咱已经等到春天才来，竟然也是满山积雪，而且这风阁这么冷，这么重啊！ 身体有要紧无？我无要紧，好佳哉，起码无风无雨，只是比较较歹行而已。应该是慧静较需要关心，毕竟伊即马病情拄好尔尔。慧静，慧静，啊，慧静，慧静。 哎，慧静，慧静，慧静，精神起来，精神起来！你是安怎？你倒位无爽快是无？啊？啊？失去了意识，即马是伫什么所在？哈？即马是什么时辰？哎呀，不要！ 这都是向导进前讲的急情，病车是无命迄一种。导正，紧来，咱紧走弯路，紧回下山，紧来，行行行，来去，来去，来去，来，谢你，谢你。 大叔，你赶走，你赶走，你赶离开啊！慧静，慧静，明的，若是要走，要走，咱就到底走。阮即马即时带你下山。 是，来，恁起来，起来，恁起来，行，行，咱做伙走，行，大嫂，你的心就是我的意，你的关。 就是我的钱，大叔，您跟离开了。
回去，穷苦落多叔，世故开始变大了，咱来赶紧离开，唔通白费费劲的心意。我明白伊的心意，伊的心意，我要来袂明。
背景，我一定会成功，下景动画，好休息，千千万万的人拢会记得你的名，你。你就安心吧，为今在这个炎热的夏季，大叔的心却也是背叛着慧君，留在的那座冰冷的雪山，处境处意，实在令人不舍。大叔，请节哀，这三个月日日夜静静，却地饭不思，我实在真担心啊。其实在那个时阵，咱拢已经尽力，只不过世事无常啊。命运深深为人关，卖孤冰酸心将死之将梦不完，献身为还一世还。大叔，用心好不？大叔，
未经林中的心意，你也清楚啊。如今会当度量伊的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带着伊的遗憾继续走落去。梦里的地江，只想我受到如何要报你手转，对伊来讲，你就是伊的愿，你就是伊的路，会经家你的情意，是生死无法阻隔。我做是伊，也希望你加吃一寡物件，顾好身体。请你在佛菩萨的身边，坚强咱的坚持和悲观，我很自卑。
事，这完全无同款啦！这中天地合佛的风气，令人感动啊！是啊，看来当初的决定，继续南行是正确的。希望伫遮会当有陆总的线索，真好啊！这休息组这大叔，莫非伊是伫咧静坐？这真是前所未见啊！请问两位大德来自何方啊？大师，这敢不是咱希望在中土发扬僧团的路子啊？想不到，在我有生之年，竟然会当亲临圣地啊！这一切，好亲像伫咧做梦共